我哋而家睇件443尺嘅两房开放处，这个大概41平方，好市井，基本上冇浪费过任何位置。我哋入嚟啦，呢边就系玄关位，呢度就有个入门柜啦，就可以摆到好多鞋。佢特别之处咧，就呢个系有个鞋柜，而鞋柜下面咧。仲有啲收納空間，非常之正。再轉過嚟就一個長形嘅廳，擺位就好鬆檔啦。sofa 電視呢邊嘅露台位就27尺，空間上就會比一房嗰邊大少少。佢最貼身嘅位置呢、這個仲有個護欄位，你可以擺啲嘢飲，咁樣望出去嘅風景。轉過嚟呢邊就你可以見到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基本就係收納量好夠，發展商真係好貼心，所有嘢都係用一啲瓦面嘅玻璃，睇上去就比較高大上。咁呢度就有張台，拉出個摺摺台就有一。个食饭嘅空间，实用性都几好嘅。呢度就有个洗衣机，成 set 嘅橱柜嘅收纳量同埋工作台面系足够你用有余嘅。呢间睡房就细少少，大概系2米×2米，空间上够嘅。有个电动窗帘，浴室位都好企理噶，但系都系用云石铺砌，一体式嘅洗手盆，镜柜都有足够嘅储物空间。唯一嘅缺点就冇窗。主人房呢边就预留咗一个衣柜位，可以做到顶嘅。你见到楼底都3.1米高嘅。一个大面积的落地玻璃，采光通风都相当好。整个楼盘的两房占大多数，主要有两个景观，向南的启德广场景和向北的楼景。而现时两房最便宜的入场价846万，似啲单位有没有深度？